抓那个。这个清洁剂就是我们的洗碗巾加进去里面之后，这个清洁剂它上就是它那个洗碗巾上面它有它的清，就是它有分为疏水跟清水剂。那它的清水剂呢，跟我们的现在用的蛋白质，它会形成很微弱的化学键。那所以我们加进去之后，就看到它在翻转。